然后分享的是乐高30447，美国队长的塑胶包。然后这在之前好像玩具反斗城是卖 4.99 还是 3.99 美金。然后后来在乐高官网上也有做满了赠送的商品，然后零件是这样。比较特别的，部分是它的车体是直接几乎是成型的给你，然后这是说明书，然后开始组装，基本的人形先组装。然后美国队长的涂装，因为它是直接成型的，所以没有双面头的设计。然后，因为我这边没有其他组，我不确定它这个涂装是不是新的，还是这是旧的身体的涂装。然后盾牌就那样子，很难的介绍。组装，开始组装车子。车子本身，车子本身还蛮帅的。其实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另外装旁边那个外挂。基本上是一组看说明书组装，也花不到什么时间的商品，花约，然后多了一个这个零件了，零件有在用吗？好像没有，对，多了一个零件，车子本身上，花大概3分钟就可以组装完成的商品了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动的，好难抽。然后这个可以往这边移啦，你也可以让它变成吊挂在右边的方式。车子本身是这样，然后美国队长。